老傅，怎么这样啊？等着也是等着，咱们先叫俩小姐，咱们先玩着。我不叫，你叫。那我就不叫了。哎，老大，你都不要，我要算怎么回事儿？是不是？嗨，潮哥到了，那我先去了。今天晚上留两个好一点的姑娘啊，最好的。知道您过来，最好的妹妹都留着呢。啊，这玩意儿啊！三儿，哟，小二，嘿，高辽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我这不是在厂里憋得慌，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说出来玩会儿，喝喝酒。我哎，潮哥，不是 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刚才一直找他呢，不找你半天，你去哪儿了？你不是你找我干什么呀？我不就在这儿吗？我不跟高潮哥在一块儿了吗？哎，对了，高总，老傅在那边呢，他非拉着我让我跟他一块儿喝酒。既然你都来了，要不咱们一块儿打个招呼？哎，那各位老板，咱们去哪屋呢？我那屋，走，高亮哥，走。那潮哥这边请。来，我那屋啊。啊，对，老傅，你看谁来了？嘿，哎呦，杨成就是小啊。对，你说巧不巧？刚才我出去上个厕所，不，哎，我就撞见高潮哥了。来，坐。哎，来，坐。哎，来，小二在你手下有没有给你添麻烦啊？富哥介绍的人，没有问题，挺好。嗯。富哥、潮哥都是我哥，今天还有三位老板都在啊，咱们哪儿都不去了，今天就这屋喝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多上酒，然后给我高潮哥弄瓶果汁。啊，还有漂亮妹妹，那必须的，越多越好，快去吧。好，各位老板先坐，我去给大家找漂亮妹妹。哎，就去吧，去吧。富哥、潮哥，今天我非常荣幸跟各位老板和你们两个在一起，所以呢，我决定献歌一曲。不怕工作汗流浃背，不怕试错尝尽苦水，回头只有你会，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。草原真心站在瞬间，盼望一天你会看见。你不说大哥好多年，我真想好好爱一回。时光不能倒退，人生不能后悔，爱你在里面。喝点酒润嗓子再唱吧。新来的吧，个儿都高啊。跟老板喝酒啊？去。把猫放进来。马上行动。没事儿啊，小二，
枪拿来。贺兰，把枪给我。拿来。嗯，贺兰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一直想杀了我吗？谁说的？那光头仔是怎么回事？光头仔是谁？你还用我提醒你啊？你说的是，就是那天被你干掉的那个是吧？我不认识他。你太不老实了。傅老大，你怎么能怀疑我呢？我们合作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哎，老傅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也不看看这事哪，你就拿枪掏出来指着别人，万一被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快！哎，快给我啊！你再闹事儿就大了。大家出来都是赚钱嘛，都是兄弟嘛，对不对？干嘛要弄你死我活呢？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了，又是生意伙伴，干什么呀？老傅，要照你这样的话，那现在枪在我手里。那我现在要碰两枪把你们俩全干了，那我现在是不是就成老大了？但是我不能这么干啊，对不对？就算我成老大了，你们俩死了，我跟着谁去挣钱去啊？老傅，你也不好好想想，你要是把他给杀了，你以后上哪儿找这么可靠的走货渠道啊？朝哥他也不傻，他把你弄死了，他以后上哪儿找那么好的货源去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运什么货？我又不傻，还有什么比走私更挣钱的？难道运军火啊？你们也得敢啊！你们要干的不是掉脑袋的事儿，至于出门天天带着枪吗？再说了，刚才一听警察要来抄场子，你们俩比谁都紧张，跑比谁都快，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了。我知道，我瞒不了你多久。傅老大，你没告诉他？哎，好了，老傅，这事儿就是个误会。我觉得，朝哥绝对不是这种人。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明白了，以后就不提了。以后咱们兄弟照当，买卖照做。傅，你之前不跟我说吗？出来混，一个是为了钱，一个是为了义，怎么关键时刻你自己先糊涂了呢？朝哥，握个手呗。哎，你们别让我这个当小弟的瞧不起你们。师傅，最近半年的法医档案我都整理好了，只有这个案子我不知道怎么归档。这案子已经标注结案了，但是我看证据链还有结案陈词都不是很清晰，连死因也没写明白。这个案子呢，死者呢是我们一个特警。那凶手抓到了吗？没有，这个案子还没有结，身份还不能公开，所以一切呢都从简了。大鹏呢？这个案子你不用管了。哦，还有这个，我是翻尸检照片的时候发现的。您看，这我看尸检报告里也没提。这是你发现的？嗯，一号位里提取的可疑碎片应该是他临死前吞下去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个电脑硬盘的碎片，上面还残留了部分 logo。拼出来看看。好。这么重要的线索，尸检的时候为什么没发现呢？
这种 logo 啊，使用的是水溶性染料，经过海水浸泡就变得模糊了。干燥之后呢，反而显现出来。死臭，听好了。走私这种硬盘的团伙找到了，他们的老大叫王白，很好查，被咱们粤东公安机关打击过多次。这个人杀人、走私、拐卖妇女，什么都干。平时在火车站附近活动，外号巴蜀，道上很有名。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没人知道。我向跟他熟悉的人都打听过。这两个月没人见过他，那一定是出什么大事儿了。还有更奇怪的，这个巴蜀消失前，解散了他所有的手下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在一号遇害后不久。从种种迹象来看，这一定不是巧合。这巴蜀有重大嫌疑。一号平时盯的就是贩毒集团这条线，这说明这个巴蜀跟贩毒集团一定有关系。查过他社会关系吗？全摸了。怎么样？看看这个，原来巴蜀的手下，现在跟着郑朝干，我觉得从他身上可以找到突破口。大兄，哎，这怎么是你啊？大兄姐呢？今天的事用不着他，坐吧。下回再调，我以为大兄姐换发型了呢。哎呀，白买了。哎，要不你算了，你也没媳妇儿，一会儿我给小姐。哎，对了，上次。你怎么能让大兄姐假扮成小姐到我们包房呢？啊，亏你也能想得出来，这也就是我反应快，要是别人早露馅了。是他自己要求的，他怕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，万一出什么事儿，他好接应你啊。万一我出什么事儿，他能把自己的安全保证好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事儿办成不就完了吗？没事，说说吧，今天你亲自出马，是不是有什么重要事？这个人认识吗？不认识。谁呀？他叫巴蜀，是杀害一号的重要嫌疑人。你是说这个人跟关海飞的死有关？这个我认识。粉仔吗？他原来一直跟着巴蜀干，巴蜀团伙解散以后，他跟了郑朝。你去试试，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边啊套出点有用的东西。行，但是我不能保证我一定完成任务。我也没让你保证啊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有危险，立刻退出。老许，咱们俩以后聊天就聊精华的就行了，你别聊那些没用的啊。你要真是那么关心下属，一号也不会出事。好了，快点！喂，老婆。哎，给钱！你上欠上去。不行。不是彪哥，我兜里实在没钱了。没钱好办，老规矩呗，肉偿。50，100，150。哎，彪哥，差不多行了。他欠你给啊？他欠你多少？除了刚才那三项，还差250吧。别找我。哎
哎呦，我这还没弄呢，你就哎呦哎呦哎呦什么哎呦？不是唐二啊！行了，不弄了。那天天挨打，你也不见瘦，他们怎么老欺负你？还不是没拿我当自己人吗？以前跟巴蜀哥的时候，我可没受过这份冤枉气。你跟我巴蜀？你也认识巴蜀？废话，火车站一旦的这个啊，虽然平时挺狠的，但是对兄弟不错。当然了，巴蜀哥对兄弟那没得说，够意思。那你怎么不接着跟他呀？非找郑朝来？巴蜀不犯事了吗？跑路了，后来我们几个兄弟就都散了。我得找范哲呀。那犯什么事儿啊？他二哥，你问这个干啥？问问不行啊？算了，不问了。哎，没把我当自己人。哎，别二哥，哎，你别这么说呀。你是我亲哥，咱哥俩之间没秘密。你说呀，我又不干什么，就问了，瞎聊天。过来，妈，这么说呗。你过来，我跟你说。费劲。啥警察？小点声。哎，这可不是小事儿啊！啊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里边是不是有你？我，二哥。就凭我哪敢呀？你借我俩胆行吗？你知道巴蜀他为什么叫巴蜀吗？因为他贼呀、啊！我都跟了他5年了，我愣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。不过其实他对兄弟好归好，但是多半都不信任。他平常就连搞姘头就都只搞一个。姘头啊！我告诉你，那骚娘们儿，巴蜀他底下的几个兄弟里，多半都跟他搞过。你呢？我不是那随便的人。不，随便起来不是人吧？啊！哎，说，干过几次？就一回，还是他主动。你甭管谁主动，反正就是干过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纳闷，技术怎么样？没得说呀。你说，你要跟我。他能看上吗？那肯定能看上你啊！你长那么帅，是不是？可惜呀、啊，你二哥我不喜欢给别人刷锅。不过有一句话你说的不错，你二哥我确实挺帅的。这么做，对得起我大哥吗？你谁呀、啊、你？你不认识我，可是我认识你。巴蜀大哥让我回来看看你。哎，你是不是男人？你真没种！我看你他妈倒是挺有种，你就不怕我大哥回来宰了你啊？他敢回来吗？他回不来，这不还有我吗？我大哥让我看好你，就你这样的女人，看好你，只有一种方法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，没有几个男人会喜欢大花脸。吓唬我是不是？你倒是动我一根指头试试，我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那证据就跑警察手了。哼，什么证据？杀人？
杀人证据。我告诉你，你别放屁，我大哥从来就他妈不杀人。你再胡说八道的话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车子割了？信不信？我没胡说。那证据呢？有本事你把证据拿出来。你当我是傻子呀？我要把证据拿出来，我还能活吗？哎呀，巴蜀啊巴蜀啊，那么精明的一个人，后院起了火。哎，你到底谁啊？你看，该不会是警察吧？那就别愣着了，把证据给我拿出来。没证据，我刚才瞎说的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要是把证据给我拿出来，我可以算你自首情节。你知道杀警察情节有多么严重吗？用不用我现在给你普及普及法律常识啊？我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，如果你把证据给我拿出来，我就算你自首，我给你作证。好，我拿出来。刚救了你一命，连句谢谢都没有。刚才要不是我，能拿到东西吗？要不是你，我早拿东西走人了。你怎么知道那枪里没子弹？我赌了一把，不过你小子命真大。你赌一把，丢的是我的命。对啊，上次在富国生家里你就差点扎死我，这回你又来。上次要不是我因为那么弄你，他妈觉得你能活着出那门吗？哎，我让你走了吗？活着完成是自由，等你回来，想怎么着我随时奉陪。他妈是人是鬼？以后的案子有进展了，我不想瞒你，你也有权利知道。我们掌握了关键性的证据，重要的嫌疑人基本已经被锁定，他叫王白，绰号巴蜀。人抓到了？已经逃到国外了，但是没有出境记录，应该是偷渡的。我们已经和国际刑警组织取得联系了，证据是余罪帮着找到的。这软东西，
事儿，今天怎么选这儿？谢谢你。你也别太难过。不难过。我就是恨他。执行任务之前，他答应了我，他会回来亲手把戒指戴到我手上。说话不算数。戒指，能给我看看吗？你干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不是恨他吗？那你留着他有什么用？不让你去，我不让你去，你现在应该把他忘了，你知道吗？完了，不许去，不许去！放开我！说了不让你去，别抱我，别抱我！你去，你放开我！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放开我去吧！求你了，我，这是他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我们两个连张合影都没有，我们两个连张合影都没有，你让我把他找回来行不行？我求你了，行吗？求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我把他找回来吧。没弄死了，你知道他还有什么用？反正也配不成对。就算他们摔倒了，他们也不会哭的，因为他们来不及哭，他们要马上站起来接着去玩，对吧？如果你可以把你的人生当作是这个游乐场，那么以后就算跌倒了都不会哭。林雨静把我和一个叫做关海飞的陌生人联系在一起。之前这个人对于我而言只是一张照片，一段故事。可是从林雨静望向我的那一刻起，我突然意识到我就是他心里活着的关海飞。其实我和林雨静一样痛恨关海飞，因为他走了，
却把悲痛留给了最爱他的人，让他承受。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，也正是因为他留给我们巨大的悲痛，才能让我从中汲取到力量。报告，进来。有事吗？关于即将开展的风暴缉私行动，我有一点自己的看法。坐，坐下说。关于风暴缉私行动，我觉得有点名不副实。怎么个名不副实？行动时间定在台风登陆的前一天，那时风暴还没有来，岂不是名不副实？我查过近两年的案卷，发现一个规律，越是台风天气，走私越猖獗，许多犯罪分子都不惜铤而走险，以恶劣天气做掩护，犯罪的黄金时间也正是我们打击犯罪的黄金时间，所以我建议把行动时间定在台风登陆当天，这样一定能扩大战果。谢斌啊，你来队里多长时间了？哦，快俩月了。不错，这么短的时间就有这个成绩，了不起。这么说您同意我的建议了？我们警方的每一次行动都是有成本有预算的，这可不是拍电影，想调轮船调轮船，想调飞机啊调飞机，没有确切的情报谁负这个责任？啊，你好，你是老板？啊，对，我是老板。哦，我能看看最近的销售记录吗？最近这几单，每单都有几百升，什么人吧？啊，你说这几单啊，这都是一家，一家买走两千多升，这不写着的吗？新华玩具城，离这儿不太远。谢谢啊，不客气，您慢走。拿上好，拿上好，别急。下这么大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有点事儿。进来吧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哦，我看你余罪了。在哪儿？他就在阳城，而且加入了一个走私团伙。我怀疑他们正想趁着这次台风干一票大案。我是在便衣清查的时候偶然间遇到的。你看错了吧？同学四年，我怎么可能认错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虽然我跟他没什么交情，不过大家好歹同学一场，我打算救他。救他？怎么救？我要发展他做我的线人，如果他同意了，就可以戴罪立功，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？怎么可能？余罪脾气那么倔，他不会同意的。所以我来找你。找我？我见到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什么都不用跟他说，就跟他打感情牌。他一直喜欢你，你只需要向他暗示，你心里想着他就行。放心，我不会吃醋的。我们这么做，不都是为了工作吗？只要他同意做我的线人，
我绝对有把握说服队长改变这次行动计划，到时候立了功，有你在。你也来找小姐？我找你。找我？大家同学一场，我得帮你一把。你吃错药了。你的事儿我全知道了。我什么事儿？你加入了走私团伙，现在的老大是郑潮，你们的窝点在新华玩具厂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现在在缉私队工作，缉私队是干什么？你说我想干什么？你想抓我？我要抓你的话，就不会在这里跟你废话。我现在要给你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做我的线人，将功补过。只要你帮我抓到郑潮，我保证，你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。我是不会出卖自己老大，你真是想绿灯想疯了。这不光是我的意思，这还是安安的意思。你把我的事告诉他了，敢做不敢当。啊！解气了吧？解气了，开始说正事儿。喂，安。现在余队在我旁边，你不是有话要跟他说？余队，你怎么了？喂，余队，是不是你？余队，是我。余队，你听我说，想劝我改邪归正是吧？免了吧！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别自我感觉良好。是，我以前是喜欢过你，可我告诉你，那是以前，是因为我眼皮子浅，没出息，我没见过女人。但是现在，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我一天晚上睡十个八个。说什么呢？安安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要听他胡说。我没事，谢明，你帮我告诉他，在他学会尊重女性之前，他永远都是个人渣。还有你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想利用我吗？你要真爱我，会这么做吗？不是，安安。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吧。你现在有两条路，一，做我的线人，第二，跟我回缉私大队，你自己选。真是比我还无耻。我做的一切都没有私心，所以我对得起所有的人。哥，找的谁啊？别跟他废话了，待会儿潮哥该回来了，撤。还有第三条路，就是从你的身上跨过去。谢冰这种小人，我早就看透了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其实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，他谁都可以利用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让我彻底断了对安家楼的念想。我可不希望让安家楼成为第二个李玉清。其实我也没那么高尚，只是我隐约的感觉到，傅国成和郑潮和解以后，一定会有大动作。在这个坎肩上，我必须集中全部的精力，不能有一点杂念。所以。把安家路从自己的心中抹去，这是必须的。
Hello。呀，今天真漂亮啊！我以前不漂亮。嗨，以前也漂亮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今天比以前更漂亮。行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会把个人感情带到工作上来。这就对了。你这么着急找我，有新情况？从昨天开始，郑潮就把我们所有人关在仓库里，谁都不许出去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。我今天是偷跑出来的，有大行动，所以我时间不多。上头有什么安排，赶快说。把手机给我，这手机已经改装过了，里面装了跟踪器，你可以用它随时联系家里，而且不会被查到任何记录。嗯，还有没有？你这手拿了吗？拿了，四开六拔了，你要不要看看啊？那就好，幸好有地方放了。这什么东西？你这 SM， 你重口味啊？相信伟大的是感情，最后我无力的看清，强悍的是命运。你还是选择回去，他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醒。